你是不是急不想要看到我？哪里形容我？我帮你洗屁。不要，不要。老师，在我吐了你吗？我吐了你吗？喂，你干嘛呀？别闹了！你干嘛？你来，你来呀！你推我，干你的！你都不要，不要，我也不要，我也不要。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两部影片呢？真心的讲一句，这两部影片呢是我拍过这样多影片里面呢、是算是很好笑很好笑的 Top 10里面的其中两部影片。为什么会好笑呢？因为我觉得我扮了女孩子过后，然后跟小明有了一连串的那些互动，我觉得很好笑。所以今天呢，我就来做回一样的东西。我之前会拍这个系列的影片，是因为想要帮小明找到他的真爱，这样子，就是让他感受到一整天有女朋友这样子。结果我拍了这个影片也出街了，他到现在都还是没有女朋友，所以今天呢，我又要让他寄回当初的感动。现在呢，我就在 subhouse， 小明他就在楼下弹钢琴，在做着他的事情呢，所以我呢，我就要借助 Cherry 的化妆品来帮我，就是上妆，上女孩子的妆，然后我还要找一顶假发，然后我需要 Charles 帮我一个忙，就是帮我化妆那些。然后我现在我要去找一下，看有没有那个假发，因为我上次很像记得是在 Anson 的房间出现到。免剪片，不要关电脑，我来找一下他的假发在哪里。找到了，这就是我的吧。Charles， 帮我忙，快点。Cherry 在楼上。因为我要跟他借化妆品，可以任用哈。任用。这样我就进你房间了。Cherry 好。Cherry 好，你过来一下。我都有化妆品。我叫 Charles 帮我忙。就是粉笔哦，然后还有口红。口红，因为呢上次就有 Jasmine 帮我画，然后今天 Cherry 还就没有空，还要去做他的东西，所以我就叫 Charles 来帮我画。所以你会画？学啦，过去那边看 YouTube 学一下。我们现在手上有的就是口红，这个刷子，还有这个是粉底啊。粉底。这是粉底，这个是眼影盘。对。哦，有亮晶晶哦。我要用这个亮晶晶。这个。这应该是我买的，你确定你不要洗脸？我要洗脸。OK 啊，OK 啊，这样我现在去洗个脸。OK， 现在呢就先化妆之前来洗一个脸先。OK， 搞定，可以啊，直接去化妆吧。走 ，Let's go， Come on baby。我了解了，就是通常都是这个先开始。OK。OK，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直接来吧。你要把我弄到很妖艳的哦。你不要这样耶，你这样子你让我没有什么信心，你知道吗？你死了。Cherry， 为了你的审美观让我很怀疑，你知道吗？他整个蜡笔小新。OK， 妆容完成。把他头发乱掉。是假的。你笑不了哦。
带好了，带好了。不条纹，但是他都像他的嘛。Oh my god， 我觉得很像。It's okay 。Let's kill this love。哈哈哈哈哈！没确诊的。有吗？有。也吓到你吗？有吓到。小狗。嗯，可以，可以吗？嗯，可以。考一下。OK， 搞定。所以现在妆容就已经弄好了。今天这个主题，这个影片我就是会以这个样子来结束它。OK， 什么？什么意见？没有意见。你现在去看一下小明在做什么东西。所以敲沙就会跟我配合啊。现在我们先给梁森看一下我今天这个样子。这次有进化了咯，有啊有。小明已经 accept 你这个路了。是啊，我上次啊就没有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打算要更加妖艳一点。你看到我放那 bling bling 的，确实是有用心在这个装扮上。当然要用心啦，要不然怎样对得起观众？来来，帮我拿起来。啊？上一次我还可以接受，这一次我很想打。哎，没有没有，我这一次觉得他特别美，比较美。我觉得缺什么？缺服装。是缺服装。Benny 的裙接你就刚刚好。不用紧，我先这个当裙先。Benny， 这样子比较 OK， 这样子比较 OK。你说画眉啊？去你见我的。对，今天我的身份就是小美。来拍个当面先。要开灯吗？现在这个会被打。这个会被打。Change pose 啊！这靠近点，这靠近点，靠近点。OK，Nice。Ready 好了，现在要看小明的反应。我们给他一点预告先。男朋友，小明男友。可以给我通了，我真的要吐。老公。我来啦，老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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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搞无视你，他直接无视你哦。来是时候了，你的女友我回来了。现在你很懒散无聊啦，不要拍满手狂片啦，大哥。他很不习惯被女生围绕。演错了。喂，不要过分了。他眼睛大了，他刚用 for this 喷我，他用 for this 喷你，是啊，不用紧，再去多一次。你看，OK， 很简单，如果你要我认你的话，你就吃这个干燥剂，你吃完它，我就认你。不是这样吃法。哎呦，我化妆都化好像辛苦，你给我。我也可以化得很辛苦的。哎，没有哎，我真他没有办过。但是今天的主题就是。今天主题是什么先？一日女友。走开。走啦。走光啊。走开啦。走开。走开。哇，强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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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替我操！哇，要开店！到底是要什么？上去！你走开啦，大佬！不要玩买东西啦！你很勇士，你知道没有？其实咧，我一直都不断的在找你的心目中的那个。没有，绝对你做不到。谁？啊，你太肥了。太肥了，不用紧，而且又勇士。不要抢啦，反正都拍了。来啊，陪我玩。陪下敏吉哦。敏吉啊。嗯。敏吉是迪叔。不要走。不要走。不要。你们谈情一下。抗拒哦，关机了。他很抗拒，他很抗拒女生，所以现在是两个男人在争一个女人。对，你可以把一个男人搞疯掉。因为你也是男人嘛。如果你是女人的话，就不会疯了。哎呦，你讲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的。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Sayonara 没有做到东西，快点。做么？你拿不相机，你去啦。没有，我只是填我的面包，我没有我的事。他时不时做这种 content 来做梗，我都问他们。看你单身这样久。是啦，我就是想要一直持续吗？是不是我们做 brother 的？是不是一直以来又用心良苦来帮他找女朋友？因为就是怕他没有尝试过那种，然后还又不要哦。对，那种恋爱的感觉。所以你只能亲自下海。大家看到我的用心了吗？我也很用心，我也是很用心的推开你。就是我做好这样子东西过，你会不会有？完全没有，而且还反感，还倒过来我想要喜欢男人。你要用用力的是吗？What？ 真正反感我，很反感，反了再挣回，再反过来。你既然他都这样坚决了，所以我就让他来演一段，就是跟我分手的一段戏啊。你条扑街仔呀！笑屁呀、啊！喂，不可以去抱在那边，你还到啊？真的吗？救命！那你在这边呢？这是谁？他是谁？你给我讲好来！你怎么了？你又是谁？我是救命！你听我讲，救命！你不要说，你是谁？你是谁？等下，我们去看他。嗯。救命！哎，为什么你在这边？小屁呀！好啊，小明，你听我解释，小明，你走开，你出来吧，走开。有啊，走啊，我们去看看。好啦，所以咧，各位观众，我跟小明的恋情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啦。今天的影片咧，很开心有帮我抓机的 Dixon， 然后帮我化妆的 Cherry， 还有 Charles， 然后在一边看搞笑的阿元，然后还有这位就是做了我三级男朋友的小 OK， 非常感谢他，也受苦了啦，就希望他早日可以找到女朋友 OK， 所以我们咧就在那边祝福小明可以早日的找到他的归属啦 OK OK OK， 各位观众 ，Everybody， Sayonara， 亲亲。喂，还有下一次。又来到了我们 giveaway 的时候了。继上一次的 giveaway 呢，就是在 IG 那边有 announce 出来了，所以这一次呢，就是迈入 400K 的时候了啦。就在我 400K 的时候呢，我将会送出。这两架 iPhone 11，然后呢，这一次送 iPhone 11，就是想要给你们有多一个机会，因为本来呢，我是想要送一架吧，但是决定送出这两架 iPhone 11给你们啦。所以呢，你们想要赢取这两架 iPhone 11的话呢，就一定要跟着我以下的步骤哦。只要你们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再去我的 IG follow 我就可以了，也不用像以往这样子在每个影片下面留言啦。就在我 400K 的时候，我就会在 IG 那边发布一张照片，让你们去留言。留言区那边我就会选出两位幸运儿，送出这两台 iPhone 11，所以大家就期待我 400K 的到来吧，两架 iPhone 11等着你们哦。 Everybody Sayonara。 在我的宫殿当中，头脑开始发懵，我的超能力提醒我有些事情马上发生，可我还有工作要开会，路边开拍，因为他才来看工资和人在为主义。